我一看到这新军区，我懵逼了，葫芦娃。这不跟开玩笑似的，葫芦兄弟联名款香榭皮肤，我看看葫芦兄弟是啥玩意儿，咱查一下子。那葫芦兄弟不就是葫芦娃吗？兄弟们，葫芦娃跟这个人这还有什么关系？咱讲话了，那葫芦娃都不都大大脑袋，挺帅，能喷火，你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意思就是你这个形象是七娃合体了是不？七个小娃合体了成了一个大娃，太嘚儿的，这葫芦镇爹，这你这联名，咱讲话连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你连的这是啥呀？啊，蝎子。蝎王蛇后，男的就是蝎子，女的就是蛇精呗。鹤发童颜，这个看起来还挺帅的啊、哦。但是我总感觉着这种衣服跟吃鸡有点格格不入吧，有点。我是真不忍心下手开这玩意儿，兄弟们，这不是花钱当傻逼吗？这不是。讲讲话真的，我开它我都得哭着开。我是真不想要啊。这群蝎，你要是给让我花1000多开，真的，我想一头我就撞死。你这别给我葫芦了，来，不想开，不想要，不想开，不想要，不想开，不想要。啥玩意儿？越不想要你越给我，这头盔啥的就给全了呗，都，头盔背包都全了。现在就差这些破玩意儿了，你那一发入魂把这个衣服给我，真的，你让我彻底的结束吧，求求你了，让我彻底的结束吧。哎呀我不要降落伞、啊、让我彻底的结束吧，让我彻底的结束吧。哎呀，蝎王身后出来了，你给我一个粉色衣服，别让我折磨我了。不是这俩的，这俩祖宗，咱看看剩这俩祖宗咱多少钱能给他开出来啊。咱不为这件衣服，咱就看看老马有多狗，好吧，来吧，咱就看看他有多狗。重复的来啊，咱就剩这件衣服了，兄弟们，这不得把这个咱这个肾都得掏空啊，剩这几件衣服啊，一次啊，看这件衣服咱得抽多少次，来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五次，哎，六次，七次，我操，不给个降落伞，八次，九次，1000块开的剩430，我哎呦你妈！哇！别告诉我，我还得冲，你别告诉我不够。别给脸不要啊，你给我这些葫芦干啥呀？衣服出不出？操我出不出衣服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听见没有？What？ 590个币子，1200块钱的点券，1000息，你跟我说电卷不足，前往超市。我操！这下子兄弟们，我真是心难受啊！我充68，这个手册咱领一领，我也礼包领。我操！我这个军区开完，我天人两格了。这军区开完，我不想活了。哎呦我操！这军区开完。我操！我单点一下子啊！自古单点出奇迹。什么原理？我操！是我兄弟们，这破衣服这么难看，590个币子加1300点券，我操，2000块。